乡下特有代驾，有人霸气开山猫送你回家。图写字分享。喝酒不开车，乡下特有代驾，开山猫陈土鸡送你回家。网友在脸书 PO 文，看到一位阿伯醉倒，而另一名阿伯自告奋勇要送他回家，没想到开的竟是山猫，让网友笑到病鬼，笑到翻。一名网友在脸书不公开社团报废公社 PO 文，表示阿伯喝到孔腔喝醉，另一位阿伯说放心交给我，我载他回家，附上两张令人瞠目结舌的照片，一名男子醉到不省人事，连拖鞋都掉了，另一名阿伯则是非常有义气的用铲土机将对方铲起，准备将他运送回家。网友看到纷纷留言表示乡下特有代驾，还是乡下有人情味，这才是真正的朋友啦，通风度100，完全不用担心吐。还有网友揶揄是要再去买吗？网友在脸书 PO 文，看到一位阿伯醉倒，另一名阿伯说要送他回家，没想到开的竟是山猫，让网友笑不行。图写字分享。